这个给你准备的手机、紧急联系人是我，监护人是我，信用卡绑定的也是我。通灵的仔细从我应给装上了，以我的手机就智能联动。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话，会自动显示你跟我的定位，还有特殊联系方式。当然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记下我的手机号码。早就记一下了，还有什么交代的？没有了。没有，那我就先过马路了。你不觉得差点什么吗？ 哦，谢谢。太敷衍了吧，谢谢还要我提醒了。我真诚的谢谢。行吧，自己注意安全啊。走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看车啊。啊。我终于离开他了，我自由了。 他能离开我了，他自由了。你该不会都不想让我走了吧？我会想办法解决你这个麻烦。甩掉我这个麻烦，他应该会很高兴吧。 没有了这个小尾巴，怎么感觉空荡荡的？初夏，绿轩河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带你去个地方，帮你找回忆。 绿轩河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找回忆，我先去了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